好，那我们的东东才决一啊，这是我们的魏廉者又坐在我这边，我要看他打牌。我也要认真看看。啊，你认真看看，好不好？嗯，看看有没有进步。好了，大家加油，来开门。 我们有这个八对的哈，可以做尼可尼可，可以做尼可，可以了，十一。好，东东才圈一第一把，看试一下了牌。庄家明星的牌，尹云，哎呀，阿布拉，来，好，庄家，南风，你真的叫明星？对，嗯，来，你大明星，南风。 南风，红东，打平。红色北，我好久没有摸到麻将，嗯、开心，好开心，来放风，来放风。我应该有一年没有打过麻将了，真的。小饼。 你有时间打的时间，拍戏赚钱就好了。对啊，乐趣。对啊，有条，relax的事情。请你吃鸡。东风。小饼。你也会歪楼啊。四饼。好，很甜。 我也不想分。江，红枫，西风，胖。刚刚是这张没有摆正。意外，应该是红枫的，我看不清楚。红枫。 一万，送一个，九万，五花，八万，九万。 东风，东风，七点，十一点，八条。 一饼，一万，四条，一万，北风，红中。 八饼，没人碰，没有，真的打八饼，第一个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完球，抓回来，第二个。 七条，五花，小饼，三九，三九。
六万，跟你讲。小鸟，阿炳，天哪天哪，要没来了。我想一下哦。嗯，没问题。我觉得，哎呦。哎呦，冷绝杀，青四花，四花，哦，还倒下来，他等好久哎，他打第三张就停了，耶，啊，那本来想到快没有牌了，抽个七万来打，应该打三万，可是因为四万，我想应该也没了，所以是不是？但是再跟他打，真是的，没办法，因为刚刚这七万碰过了，对，这个牌，好吧。这个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刚刚丙云呢是两台嘛哈，门清四花，来开门，十一，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二把，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丙云，艾雅的牌，阿布拉，银杏的牌，对哦，没有去看喽，走东。哎呀，你放的青春第一炮了。对啊，真的是，我本来就秉持着不会放炮的西风。小心小心的，真的是哦。西风，西风，哎，怎么拿牌了？这边怎么那个？有机会。不行打，当然不能打啦。发财，没有西风也不能打。有一柄也不能打，知道吗？对，我就在想这边有没有机会，这个有，当然有机会，全世界都机会。所以是只要不是一开始只要有连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原来如此，一头灰心。我以为只有前面前四张不行。好吃的，请姐姐吃。油条，我爱物，谢谢吃。报仇，报仇。油条，白皮。西风，再吃。好，我想一下。七条。七条。有点。放。有。不错不错，好心得，好棒。两铺喽。七条。吃。拿完，红东，红东，手放下，阿布朗，二套，北风。啊，吃，好到的，他大饼吃，哇塞，妹妹对我真好，五万，可以，红工，妹妹对你这么好，不要唬妹妹啊，对啊，大饼可以过水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过水。只有我们主持人不行，真的是很苦恼哎，只能这样啊，七万，七万，四饼，碰一下好了，不好意思，碰起来，他想先抓他回来，对对对，对，五万谁的？九万哦，哇，到了，哇，厉害，马上报仇了，马上报仇，啊，我直播。哇塞，真的！但是他碰啊，所以对啊，他碰夏之末也合理啊。对他不打球了，他就自摸了。对啊，对啊。来牌倒下来。拿门庄家，还有四花，四花一样。东风三缺一第三把，艾雅庄家。十一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第三把，看四家的牌。庄家艾雅，阿布拉。对，明星的牌，对哦，丙云，来艾雅。
南方。南方。放。北方。北方。西风。五花。东方。好，好，好，西风，龙江，东风，杭州，这边，这边，国外，南方，白皮。好，九万，发财，子宫，耶，发财，二条。哇，这么快！哈哈哈，厉害！这很快，我还想说你还不错的，好像会觉得我牌很美。我摸一下五条精彩的，厉害耶！第一炮放得好，对，对，庄家独听两台。好，东风三缺一的最后一把，来报告你们四家的分数。好的，现在最高分呢是我们的艾雅5700分，然后阿布拉呢是5000分，明星现在最低4300分，比云呢也是5000分。其实这是白报的，可以了，就这两位了。就他们俩，因为刚刚 push 掉了嘛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他现在放他一把嘛，他就扣700，他加700嘛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啊。没，你不怕，你打到半步你也会上来的。而且你已经拿那么多了，没关系啦。对了，没关系啦，让一个机会人家。对啊。阿布老庄家来开门。开门。对，按那个。你没有打过电动的。都手动，比较勤劳。十。好，东风三缺的最后一把，看四家的牌。庄家阿布拉。明星。是神。丙云的牌。哎呀。哎呦。发财。放一个。东风，白皮，阿仔，南方，三条，来，好，吃我，吃起来，吃，四条。微微行行，太好了。西风，完蛋，冲，四饼，四条，有三台哦，谁放他谁走，六万。瞬间很紧张。你打了一张七条，你要负，你要负责了。三条，我要负责。他吓死了啦！我要对你负责。对呀、啊，你给他吃一张七条啊。什么？我要放几条？张啊，那个张啊。对。哦，好。他现在瞬间很难打。手不要放桌上。三饼。三饼。我带起。我不会说。广东。我完蛋，直接冲！好，弟弟加油！不会，小鸟，我靠，真准！哎呀，是吗？你看，还讲你赢我？哎，他被淘汰，因为他多一点。对呀、啊，来牌倒下来，精彩了！来，大家打牌，很厉害的，你哦，明星，一波波一张，咕咕咕，然后数数也是一样啊，咕咕一张。我本来在北方队，
红中发财一花自摸四台的舞台。他的牌起得就好，嗯，哎，发财又抓一对，我也听哎，啊，你也听啊，我也听啊，都听那么烂，听那么烂，他本来是这样子的，抓来一张，你看九笔没有了，他的牌随便抓一张都可以定牌，那马上又抓五笔，漂亮，你看他有这个命啊，而且七条吃的，有没有？他本来要挂的，对，有没有？他就有这个命啊，活下来的，哎，好几场都是这样子，好了。所以阿布拉，因为你是庄家多一台，那丙云跟你扣的一样，但是你庄家多一百，好吧？所以阿布拉淘汰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秀。挑战吧，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